这一天，我期盼了98年。每隔一段时间，都会出现革命性的发明，足以改变一切的发明。今天，我们要改写卫生棉的历史，更要改变女孩的命运。现在，就让我为各位带来三款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产品。第一款，液体感应卫生棉。第二款，智慧型尾翼卫生棉。第三款，防后漏专门卫生棉。液体感应卫生棉，智慧型尾翼卫生棉，防后漏专门卫生棉，液体感应，智慧型尾翼，防后漏专门，液体感应，智慧型尾翼，防后漏专门。你们发现了吗？这不是三种产品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全新产品。这是世界第一款感应到液体，尾翼就会自动升起的防后漏卫生棉。我们决定把它取名为 Cortex 完美封漏后漏终止。每一秒钟就有多达数万个女孩因后漏而无法入眠，多阻挡一个骨沟，就能多一个女孩被拯救。现在我就让各位亲眼见证女孩不后漏的未来，就在这一款属于未来的 Nine Pad 夜用卫生棉。我现在模拟夜晚生理期后流的状态。 See， 感应到有温度的液体，就会自动升起的尾翼贴合你的骨沟，这就是我们终结后漏的世纪发明。One more thing， 这是我开发过最棒的用户体验，不需要当漏就能为你挡漏。你还在使用不会自动升起的卫生棉吗？试试它吧 ，Cortex 完美封漏，后漏终结。